你听，我当坐伫遮，我嘛无代志，吼，无代志做，我会当坐伫遮。啊，安尼吼，不起烦恼也可以入涅槃，这嘛是会使啊。但是呢，我若讲做一寡代志吼，做甲吼，我足自在的时阵，安尼嘛是同款入涅槃啊。啊，那安尼吼，你们选择哪一种入涅槃的方式啊？当然嘛是要勇于承担很多事情，而又可以的自在入涅槃者，你看这点点。所以我问你，你若坐伫个厝内吼，啥物代志拢唔插，啊那拢袂去起烦恼，安尼嘛是会当入涅槃，嘛是会使啦。哦，你着卖去作业，嘛是会使。但是哦，你嘛会使哦，做一寡代志个，但是呢，一寡代志拢互你处理甲做圆融，做圆满。而我心很自在，也是可以入涅槃的。那你说，那哪一种你喜欢哪一种的？哦，我爱点点，啊，恁爱搁一款的。当然嘛是哦，做一寡代志，但是呢，我搁自在会当入涅槃，那么赶快入涅槃。所以总性无共，就差伫底呢？啊，差伫我拄仔比较的吼，即款嘛会当入涅槃，啊，即款嘛会当入涅槃，啊，你要选择哪一种的？当然嘛是即款的呀，只要你会当个做个圆融就会使啊，对无？怎样呢？哦，这福慧吼，一个是属于功德，一个是属于智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哦，广行的功德大，所以菩萨的功德大。你刚刚坐喺厝内买当涅槃啦，啊，安尼买当涅槃啦。但是哪一个功德大呢？菩萨功德大。哦，所以菩萨吼、哦、智慧跟功德吼、哦，统统具足。唔知叫做佛祖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。恁心情我那边选去西方的，我已经吼针对恁所有问题吼，已经分析的已经够详细的，吼，你若搁问我看啊，那我是要安怎较好，啊，你欢喜就好。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好，哦，哎，好像还有地方要讲，三法印啊。诸行无常，就是意思就是讲吼，这世间吼，互你袂去的，哦，伊拢是常住，毋是常住哦，互你袂去的，哦，因为无常，哦，诸行无常，没有例外的，哦，啊，客刷刷倒，客处处倒吼，客亲朋吼嘛爱倒吼，总有要离的一天吼，所以吼，咱一开始一定要有这款。理念，这是重要的发言。哦，你讲，了，这之前已经了解到这，结果哦，你未了解无常，我讲安尼多好，前功尽弃。因为恁知影吼，迄拢未讲的。所以总归一句话，
再怎么亲的人，你都要有心理准备什么？放下。哎，这个这不是吼，这是残忍啊，这是吼不爱让大家看，这叫做自闭。所以我为讲大声吼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吼，搁较亲的人，你都爱有一个感觉，迄毋是永远互人会看。毋免讲一定爱走，吼，毋免讲一定爱安尼，就是心的我来变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伊毋是真心呐。既然毋是真心吼，无迄个会当互你永远会看。啊，这不是讲哇，那遐无情，这不是无情，这是吼无爱给大家吃苦。因为你若无得体会这吼，苦一定会来。所以善法印第一个无常，这个印你若无得体会出来，我讲你绝对会吃苦。既然吼佛法伫个四圣地苦集灭道，你一定要了解无常。我讲话咧，你们接受？哦，靠什么人？靠家己。哦，一定要靠家己。你来学什么代志，拢要家己来。未使有迄个观念，要靠什么人？都是相亲的人，都我那未使。你话师傅都会使，师傅我那未使。输的我袂使，就因为早晚都爱离开。哦，第一个法印，诸行无常。哦，过来啊、哦，这是清净哈、哦，这是清净，诸行无常的身见。哎，无我个分作两种，一块是人无我，一块是法无我。哦，那诸行无常是相适合一个人无我，所以放下。既然放下了，我们说选择不计，不计就是不靠，不靠一切有情。啊、哦，不计，不靠啊、哦，所以。那要沉沦，那袂使对沉沦，啊、哦，因为吼、哦，伊毋是互你永远会去，那会使要对沉沦，啊、哦，过来啊、哦，意思来讲。离开法有没有一个使我的心啊？所以离法也没有使我的心，注意画个心哈。啊，那那时艺术的是讲，你若没有超越心的知见，那你也不能选择离，所以法无我不离。所以，恶无我，人无我，不计；法无我，不提。意思就讲，一切拢互你袂去的，但是呢，罔去，这样了解吗？一切拢互你袂去的，但是吼、哦，罔去是安那因缘法，哦，包括人穿的衫，人食的物件。无迄个，逐项吼拢是咱哦有先天就带来的，很多都是靠众生因缘才成就我们这个色身的。哦，这是咧讲世间观，
包括咱这个色身嘛是从哪里来？从父母来。你讲哦，从父母来，但是不甩父母啊、哦，这也不太，这也不太合理啊。伤过无情哦，无唔对，迄时候你未靠的，无唔对。但是呢，咱是要靠这色身修的，对不对？要靠这色身修，啊，你嘛未使完全拢采取离啊。安尼伤过吼，伤过无情就叫做不要感恩呐、啊。所以要成就佛道，我来爱啊，除了人我以外，还要什么法物？都因为不离啊、哦，所以法无我大智啊、哦，不离什么大悲。所以这两款种性是哪一款？哪这一款的种性较广？拄啊已经讲过啊，能够那种下中上最上，那这一种当然是最上的，哦，不是这款的啊。意思就是崩壳，所以我们说，我们要多跟三宝接近，多亲近善知识，而且还要常随法师啊。虽然书给你没壳的，哦，但是你要崩壳，安尼了解没？给你没壳的原因就是讲到尾拢是爱走，但是呢？在修行的过程里面，你都要靠一大拉拔的，所以你要知道怎么回报，哦，把这因缘吼，看会当吼结较深的未吼，安尼唔只有修的机会。你咪讲啊，反正都靠家己，所以我管三宝安怎，啊，师安那，啊，我无听的吼，因为我要靠家己啊，我不爱靠你啊，哦，同款。佛是怎样成就？佛是从广度众生成就的。你若无众生人多哦，你要哪成佛呢？哦，刷咧哦，咱讲净土哦，净土就是啥？是咱四周有余，互咱度过众生，拢心拢清净啊。安尼时阵哦，咱才讲，迄是咱真正很实实在在的净土。像你看我伫遮吼。啊！你看，恁拢遐认真咧听我讲话，啊，心都足清净的。所以呢，我就好像处于极乐世界里面一样。为什么非常的高兴？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吼、哦，我甲你讲，我唔免注重往生去极乐世界，我即马已经伫极乐世界内底啊！恁敢知影？所以哦，要极乐世界，不是往生才去的，你知无？我即马就有啊，我即马就已经有咧感觉。你看，哦，你看恁安，无人困呢，无人伫遐住。哦，大概讲经来，咱看到讲，大家拢遮认真咧听，我讲，迄我吼，敢若欢喜讲都袂赴啊，哪有可能？哦，你看，无一个人拄久的呢。哦，是。哦。所以大安尼，大家拢足清净的咧听我讲，安尼是极乐世界。无你讲，你极乐世界要对找，你要走去一个吼，拢无人要听你讲话所在。哎、欸，那有成极乐世界啦。所以吼、哦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极乐世界呢？当然是广行菩萨道才是极乐世界。你们认同吗？所以，哎，上面是人我，上面是哦，法无我，无因为无这款的哈、哦，这因缘法无一个另外有一个实我可以成，哦，没有一个你要起离开法，另外有一个可以成就你的心哦，那是妄，那虚妄，打妄想，所以不计也要。哦